大家好，双语部落达哥，我今天来当一日快递员。我从仓库运来的萤火部落帐篷，新鲜的包装的，里面充满台湾的空气，来到了台中。那这个帐篷是要快递给我们火粉，他办活动的时候抽中我们的帐篷，所以我们今天就亲送给他，而且同时教怎么搭。这位是抽中的太太，这位是抽中的得主小纪，所以今天是老公来学怎么搭，也许有天他们两个可以一起睡萤火部落的帐篷。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谢谢啦。Go。这两根是等一下搭的潜艇的，好，所以你可以用自己的。OK， 好，我们把包装先丢一边，享受一下拆礼物的感觉。OK， 这是我的新帐篷。然后这个帐篷，现在他收到的时候，它其实有个压缩袋，像是放松的，嗯、因为它那里面这样比较好看，嗯、所以它看起来很大。那实际上你要带出门的时候是这样子，使劲的把它给压缩起来，这样是带出门的 size。OK， 好，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会收到的时候会这样子，来打开来，这边是八条银绳，这把是银钉，嗯哼，那我们都是给这个 Y 字形的银钉，就是因为是铝合金里面比较强的了，所以都是可以用的，四五个银钉，它这个袋子啊，这里有个压缩袋，它可以再压缩一次， uh-huh. 不用的时候这样伸开，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开口。有时候你如果风很大啊，或帐篷很湿啊，或来不及收啊，你就随便往里面塞就可以了，嗯、uh-huh. 再怎么样它都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给收起来。所以收的时候其实可以比较轻松。那这一袋是银柱，好，这个是地布，好，内帐，内帐，对，然后这是外帐，好。然后现在有几种搭法，因为现在的内帐啊跟外帐是没有扣在一起的、嗯，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搭内帐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银柱给穿起来，来，这个交给你，好，我试看看。它有一个维修管，如果今天银柱啊，如果不小心在野外断掉的时候，把它给套起来。它可以暂时撑着，这是野战修补用的一个套管。那我们先来搭第一种搭法，然后首先这是地布，然后它的地布收纳袋跟本体是一体的，好，先把它展开来，就很像是购物袋形式。红色绳子那一面是正面，红色绳子朝我们左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穿上去。你注意看哦，这个红色的，都是红袋子，这样穿一根，黑色袋穿一根，好，对，两条红色都把它扣住，然后再把它撑起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扣一些红色，不用全扣没关系，稍微扣就可以了。穿那个黑色的。这时候就可以把黑色也稍微扣起来，蚊帐就完成了。如果你要搭在天幕下、山屋下，这样就可以睡了。但是这样是半开放，这样搭就是夏天最凉快，因为就是全通风。但如果你搭完之后突然乌云了、变天了，可能下雨，对不对？可以再把外帐给披上去，那样找到红色的边边，你看这边两个红色、红色，然后这边又有两个方形的门，可以这样披上去，然后把四个角扣上去。扣完之后呢，它这边有一个袋子，可以稍微把它给拉紧，大致上完成了。引钉的话呢，这一角顺着这条线。这样出来下钉，然后如果在野外可以用脚踩，这样手比较不会受伤。风大的话就四个脚，这边都可以下钉，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先搭内帐，再搭外帐，一个搭法。好，现在刚外面下雨，所以我们来这边凉亭搭一下。所以刚刚搭法是先搭内帐，盖外帐，但通常这个帐篷比较不会这样搭，因为它有人就是可以先搭外帐，然后就搭完了。那一样，这个红色线朝前面，先搭红色，然后到这边可以卡住一点点 ，OK， 再推再推。好，现在开始套另外一个黑色管。OK， 好，这时候把那个红色管的柱子套红色绳，先稍微卡住就好了。好，那另外黑色管的绳套黑色的洞。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扣完扣起来，然后把四个角的调节绳拉紧，然后再把内帐给稍微扣起来，所以这样就完成基本的自立。现在我们把这个潜艇沿着地布把它往外拉，顺这个线脚踩一下，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外帐搭设。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边打开来，这样就是一个。客厅帐形式了，然后我可以把它给卷起来，卷到有诀窍啊，它的布是很大片，对不对？对，先对折，再稍微对折，就可以这样一口气这样卷，然后中间这边扣起来，所以现在完成就是一个客厅的模式。你如果要很节省重量，你可以连内帐都不用搭。但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睡没有蚊帐，因为它的地布是做七个角的，所以你看这边全部都是活动空间，你要去里面躺一下。OK， 啊，所以你可以这样睡，或者可以横着睡。所以这样大概睡到三到四个人。当然，如果要不用蚊帐睡也是可以，但是大部分都要睡蚊帐，因为台湾蚊虫多嘛，是它的内挂帐。那其实只有第一次需要挂上去。台湾九成的做法我都建议挂了就不要拆了，因为下次又是搭完这个它就挂好了。所以现在你看它这个是内帐，红色是正门，一序挂完四个角。这时候会热嘛？我们可以把后门打开来，先穿黑色的，然后再穿红色的。每个内帐这边有两个，这个用来挂银柱的，棒子穿过这个环。穿过去，然后推推进去，你这样就不会松掉了，就这样搭。好，挂完内帐了，好，这时候
你可以从正门，也可以从后门进出，然后这边就拉链打开。平常你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住在内帐，然后这边可以放你的背包、装备，甚至可以在这边煮东西。我们这个地垫都有做小一号，所以水在这边的时候它不会积在这里。然后这个是登山杖，它设计就是用120公分的登山杖，做一个环穿过去，这时候可以绑一个活结，这根短的，然后这样抓着，手捏着，然后呢，一圈，再一圈，第三圈呢穿过两个绳，然后打个活结，这样穿过去，这样穿过两个绳，你看，所以就形成一个，注意看，然后再拉紧一点，它就可以调长度，但是拉它又不会松。这个绳子呢，拉45度出来，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先下钉。登山杖简单做法，这样子绕个两圈，刚好插在这个营钉的位置。好，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是一个可以遮雨的一个潜艇，就是你在下面这边可以煮食，大家可以坐两个人并肩，或者坐一桌椅，或者是两个椅子，那桌子可能摆在靠外面。小静，你身高多高？180，所以他在这边坐着的话还有两颗拳头。对，那我是172，我就很空裕。然后现在在下雨，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你看手会这样积，就积在这里，因为它是个平的。是，所有有潜艇的帐篷，这个平面都需要排水。一般做法几个做法，一个是前面拉低。或者是一边拉低，是，但这样的都让空间变得很小。那这个帐篷最能做法就是这个拉链，把它拉下来。那就看这边的斜面，水会从这边，从这里倒下，这样流下去，这样就是这个排水线方法。你如果今天可能天气不稳定，你睡觉前你就需要这样做，你才不用半夜起来，水积在这边，然后起来要拉着拉链。所以睡觉前可以这样做是最好的。这个边部呢还有个变化，那如果现在很热，但是我想吹一点侧边的风，这边拉链把它打开来，然后这边可以这样卷，这样就可以打开来。如果现在呢天气还是很好，你觉得需要多晒太阳，这个可以把它给解开来，拉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里可以把出入就可以更方便，就不用卡这个边部。那我现在太阳突然变大了，你希望多点遮阳空间，这时候呢把这个给解开来，绑一条银绳上去。下梯如果下远一点，它就会比较平，空间就比较大。下梯的方向就是正侧边，然后这样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遮阳的天幕，就说你可以再做做看，左右跟前面都可以透过来这个空间，这样就完成了大部分的搭法。或者你如果今天有一个更长的营柱，或者你可能没有营帐，这有棵树可以拉根绳子，它也可以这样固定，但就是它不会这么挺，对，拉两根是比较好的。好，我们现在全部搭完了，然后这也是我最常搭的情况，又遮阳。又凉快又不怕小雨，其实目前最累就是把内挂帐挂上去。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买了内挂帐，在家里先挂好，对，或找一个公园先挂好。因为这个帐篷我自己用9×9就是这样搭，因为你只要穿完两根，然后就搞定了。对，那但是你如果想要节省重量，那也可以不搭内帐啊。但是内帐可以先挂好。好，我们现在准备收了。那收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先把这个给拆下来，银珠丢一边，然后把银钉给拔起来，然后这个绳子呢，这根就不用拆了。简单的说法这样子，来对折，再对折，然后绑一个活结。这一根呢，银钉拔起来，然后这个银绳先把它拉到最长，这样底下比较好收。好，那一样对折，再对折，再对折，然后打个结，然后把这个拉链都拉起来，然后把银钉都给解开来，灰尘抖一抖，把四个角的调节带把给放松。再来是拆银柱，这边有个秘诀，因为它现在它的这个套进去了，是，然后首先这扣环先拆掉，然后呢它这个套环啊会有个阻力，这时候要推不要拉，推，然后再拉，然后再推，然后再拉，然后到一半差不多给拉出来。然后这个银柱在收的时候啊，有个诀窍就是先对折，收的速度可以加倍，然后再来这时候银绳不会拉比较紧，它拉比较松，比较不会坏。注意看我动作，一次拉两个，收速度可以加倍。地垫可以先不要收，地垫就是让它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地垫上面收这帐篷。这个交叉你们看到，这样抓着，这样起来，抖一抖，这时候呢，对折，再对折。为什么这样做？这时候空气全部排这一边，再就开始卷，拿这个银柱当个宽度。提上去，然后开始卷，先这样塞。扣起来之前，这边这个袋子先把它放松，这样就算收完了。然后这个地布呢，它现在可能很脏很湿，对不对？我们可以另外收，或者另外晒，或者丢一边。通常过一晚之后呢，地布通常都是又脏又湿。你看，就像这样子，我的习惯是把脏的那一面把它放里面，把它包起来，然后再对折。这时候就可以这样卷过来，然后这袋子它这样子翻过来。好，这就收完了。这是地布要跟帐篷分开的原因。因为它一定是最后干的。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位是小季的搭设教学。其实小季这位活粉呢，我认识他一段时间，他也追踪我们很久了。那其实有段话我想跟各位讲，其实很多粉丝甚至有人不太了解萤火部落的人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分享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能去，去了之后可能充满垃圾。
但是首先我非常感谢小纪，其实因为我部落在推广说希望大家能够带走更多垃圾，那其实有许多的粉丝都传他的照片或影片跟我说他去哪里顺手捡了很多垃圾，包含小纪也是。其实台湾有许多有公德心的人，感谢各位收看，请带走垃圾，可以的话请带走更多垃圾，谢谢，拜拜。